大家好，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。接种 COVID-19 疫苗后，可以预防感染，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。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 COVID-19 疫苗接种率，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，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。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就松懈了防疫措施。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。防疫没有特效药，无论是否已经接种 COVID-19 疫苗，都要戴好口罩，正确洗手，配合防疫措施，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，共同守护健康家园。欢迎再收看紫筹高峰会，我们在车台上写清楚，今天是宏达电啊、长荣、阳明、金华科的第39天，但不是天天做多的哈。那么我们来讲一下当冲的部分，当冲是利用一个资源叫做现股当冲，你每个人来讲经常在交易，应该有一个499万的额度，而这499万的额度呢，就是你本来就没有什么钱，对不对？你该有的股票你就留着，然后其他做当冲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，今天做的这是华讯94买进，那么在讯息上写涨停板冲，有没有涨停板冲掉？冲掉，对不对？但是基本持股还是有啊，这个地方6237啊，这个地方我们在99块买的嘛，我们前一波在87块买的嘛，卖掉之后这一波没赚了，下来再买，就股票就是一个破烂一个破烂再买啊。那各位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冲的时候大概是20张多少钱？20张200万而已嘛，499万的额度还有，那么这样赚5块钱，很快的在20分钟之内赚了10万块啊，10000块啊，这个是。10万块了，这不是10000块哈，零写得太不清楚了，10万块，20分钟赚10万块，对不对？20分钟赚10万块，所以参加我的会员有很多的福利，因为很快的1月31号就要过年了，现在是12月中了，还有20几个交易日可以奋斗，那跟我一起来奋斗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做的哈，今天做的第一个是华讯，对不对？这个20分钟之内就完工了。那么其他没走怎么办？没走的哈，没走的就是留着破烂单嘛，对不对？又回来104。那么我在讯息上有写，就是说涨停板冲，那或许有些会员他涨停板也冲掉了，不过我还是会注意。那第二个就是今天。联电有利空，联电的利空跌惨了，对不对？利空是什么？因为小摩它调降目标价，调降晶圆的成长率，所以今天一低开盘都是空的，但是它并没有调降台积电，是台积电的尾盘拉起来，大盘就涨了130点。所以你在今天空了很辛苦的台子期，到尾盘就被吃走了。所以我叫你们不要去做台子期。你做台子期，我说中共如果打来的话，大家也不用害怕，因为台积电会拉涨停板，会涨300-400点，那谁怕谁？所以呢，不要做台子期，不要做选择权，不要做权证。现在政府要你走的大方向就是现股当冲，那现股当冲的话，没有几个人能够像我们这样绩效很优越。我们来看一档个股叫2615，对不对？2615的话，我不是画这条线，就是说安了这个
万海已过万重山，昨天讲的对不对？那前天就讲把它图形画出来，就是过的 W 底，这你看得懂吗？ W 你看得懂吗？对不对？哎， W 的话呢，第一个字就是威尔啊，威尔对不对？ W-E-L 就很好啊，这个盘位很好，所以呢带动我们的长荣有没有威尔也是不错，对不对？还有呢阳明也都不错啊，所以这个我就不用再讲了啊。这个航运股啊，航运股我讲过哈，12月16号以前你不用卖航运股，因为大股东哈。大股东在6月16号的时候卖了101万张，所以呢，他的合法买进的日期是在12月16号。所以你现在买保了之后，扛得高高，让大股东想追去追，可是大股东好像也不会那么笨，啊，我只是告诉你，明年业绩还要更好，那因此就爆了。那我每次写这个就是说第几天第几天第39天的意思，10月18号嘛，对不对？宏达电买375，这个长荣买86，阳明买84，金豪科买120，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起始点的，所以我们做股票就要抱很紧啊。那这个地方来讲，如果是我10月1号上台啊，不要怪我啊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一路空下来啊，这叫做淮山之水，淮山之水淹满啊，这筹码布满的整个山头，这是一个高点。做股票你要懂得300、230的长荣是放空，86是做多，两者之间差了2/3，那做融资必死无疑，必须做融券。好，那叫淮山之水必有其源，源就是啊，源源不断的供给筹码，101万张、52万张，这是源。然后呢，我们在86块买长荣，就是苍天之木必有其根。那我说86会涨到哪里？涨到现在140几，会涨到180几，会涨到200多吗？啊，假设到了，那就是呢，苍天之木必有其根。所以呢，86买过120，再重仓加码，这就是我们的逻辑。好，我们的逻辑，那我刚刚讲到的当中是讲到合金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有金的话，这金元的话，前面外小模已经在调降了，你还留着吗？啊，你还留着吗？我们有一档个股，因为这个是只有一个人，我只指导一个高阶会员做，280空平270，我亲带的，这叫做经验，对不对？那经验的话呢，有三个日三个火，那你觉得啊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，这时候带一个人做，这个是啊，小意思，赚多少钱？90000块，这没有什么意思，所以我连黑板上我都不写了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代表我明天呢还要继续空。如果说各位想共襄盛举，跟我来赚这笔钱，来赚这笔大钱，你记好经验，我明天还会再空。你想空的跟着我来，你可以从初级的学员、初级的会员开始赚大钱之后再来升级。各位了解我意思吗？你假如说你资金不多的，你可以呢要求我们的服务人员，你从最初级的参加，到了很有信心也赚了很多钱，你再逐步拾级而上。我带会员的方式，我如果说答应你是亲带，我一定是亲自打电话，因为我从10月1号上这个台，我的会员并不是很多啊。那即使将来很多，我也有办法服务。我说到做到，我说到做到。我们看这一波的宏达电，好的哈，因为我待会讲到宏达电，这个是今天9号，这是12月8号嘛，86空，这个是什么？我就给当冲跟清代的了哈，86空平多少？81.5，这样子的20张，我就算了20张啊。我清代如果没有20张，我也不用清代它了，知道吗？94000。所以你早早归队对你是好处的，早早归队对你是好处的。比如说人家有办法做，你就跟着做，反正你跟人家做多单，你也拼不赢人家；做空嘛，也拼不赢人家。你就跟曾老师来做来拼，一定是保证你啊，会使把你的子女呢娶新妇，添嫁妆，查某囝添嫁妆都很好啊。那这昨天讲过对不对？高点控5分啊，
86.81.3，在讯息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就是拜托你评尾盘，20张47,对吧？94,000。所以你莫看人逐天咧趁钱，你可以出来看看，就是从最低阶层的会员参加起，感觉讲有影有价，你再来，你再去升级。啊，我是来财布施的，我不是来骗你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宏达电，这昨天的，对不对？这笔加大笔的哈。那合金的话呢，我们今天是空872，收盘平846。所以我觉得当分析师哦，你今仔在电视顶头讲啊，有水无啦，讲诶，这个股票偌好偌好，啊，你就有几率论了，对不对？你十档啊，可能碰到一档，可是通常都是分析师拿起菜，那个57台、58台在盘中讲的啊，今天爆大量，明天必死无疑。啊，你别个，你别省这个钱去看，因为你看不要紧，但是呢，你爱看底部去做多，看头部去做空，但是。57台、58台几乎没有人在看空，都是在看多。而我32岁当外商总经理，我们是做国际盘的，啊，这个合金对不对？合金不是叫我真好势，今仔就好势好势啊，涨12万张嘛，啊，今仔偌济56,000张，涨好势，今仔搁较好势，未来搁较好势，各位知道我意思吗？哈，咱讲话莫去伤着人。你想的什么人？法人嘛，你三个法国人哈，三大法人，还有呢公司派，你讲话唔免去伤人，就是讲，这伊行路行到真好势，未来会搁较好势，你听有我的意思哈。所以我来讲，马仔6411对吧？啊，我有动作，啊，我会有动作，这样讲也很清楚的。那这个地方来讲，不止我清代，是4-1，所有的会员也都给他了，我不能说。哎，我清代大概吃个 UCC 啊，然后呢，一般的又没有做到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该可以给你做，因为这都是市场上的钱，都是市场上的钱，你带的是多少？然后我提20万、50万来跟你做，不是，你应该现股当中会有499万，你不要客气，把电话拨通，从最基本的参加起，我们休息一下。2022荣耀回归，就看第四季888长虹专案，让您信心十足，一路长虹。长虹专线02-8511-3366。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Live 直播，定金上线。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节电，节电，清洁家电，永能省电。你关时间哦。无法度，广告只有30秒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咱来算今天当中赚多少哈？这个合金是空872啊，平846啊，
我一世人哈，未去人偷金领。我阿兄给我十二岁，我高中国中的时候，伊手着重伤，换我去帮伊收派人牛舍。啊，庄稼人吼，总是唔捌去阿伯啊啦、阿公啊啦吼。咱亲啊亲偌济，我一扭，我一线，我未去骗人。啊，所以我电视讲的介绍几角几箍，这代表一个人的信用。我未去讲为了夸大家己的战绩，啊个扛了个家己讲较悬，啊报了讲啊，我唔是这款人啊，我不是这种人。所以伟哥讲到这，讲一句话哈：从天之木必有其根啊，淮山之水必有其源。我要讲到这是啥物？我十二岁时阵，甲阮阿兄收派人古下，收的是破龙蛋的，所以我知影当生在安那是迄下就是死啦哦，生在安那。一直到我读研究所毕业，做兵在中央信托局，在证管会完了之后，我在外商公司当期货商总经理。是什么总经理？是伦敦基本金属的总经理，那因此叫 LME 啊。那么他做的就是铜铝镍锡铅锌铝合金啊，这个是32岁做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我12岁是说就派人股下贵里转移料，被国际上相当大的一家啊外商公司的总经理。所以讲吼，我有法度做是因为我铜看得懂啊，下嘛看有啊，铁啊我嘛看有啊，所以骗不过我。所以苍天之木必有其根，这就是我变成一个苍天之木的时候，我的根源我跟你讲，淮山之水必有其源。你做一个分析师，你一定爱想头念，多头有法度做起。你看我宏达电啦、金豪科啦、长荣啦、阳明，因为拍摄小弟10月7日去用海甲10月7日就上台，所以我跟你讲第几天，这就是安怎，苍天之木必有其根啦、哦、然后呢，被坑来的时阵，拍摄我才未都无阿未拄到观点，所以我无做这个。那将过去，我7月7日有法度上电视，我绝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，我绝对做长康。有个人是踮边做着啊，两三工长虹啊，就搁翻来翻倒，啊落去就搁翻工。我讲，哎、啊，你赚袂着钱啊！啊，你要搁赚另外一笔钱来讲吼，逐工啊当中，你用的是什么？因为我10月7日上台，我在10月7日进前的一两年，我就观察这个店、这个线股当中要安怎做啊、哦？咱观察线股当中要安怎做，所以我本来就很有基础。你听我讲，我高考考两个月就考过啊。到台南空军后勤部做少尉军官的时候，空军少尉军官的时候，我食饱用先先两个月前先先的来台北买高考。考9科啊！我狠狠的，我2个月就考过，所以人的智慧是着安那，你爱了解。所以这就是较早吼，甲阮阿爹斗饲牛啊，斗做田啊，哪做田哪读册，所以根基真稳。所以做股票，你根基稳的股票，你唔免遐紧出啦。啊，所以就在讲一句话：从天之木必有其根啊！所以我都124块个重仓有啊。淮山之水必有其源，吼、哦，有诶根源。啊，你毋是啊，你着定定你做多做空，做多做空，做甲死了了，啊、哦。人讲吼，反正今仔想想做多，明仔想想搁做空，后白做。所以我甲你讲吼，合金主债我着看好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明仔搁会动作，搁另外一支6411吼、哦。你若要来，你若要来做，你着对我做吼、哦。我甲你讲，诚意甲大家呼吁啊，呼吁啊、哦，你要参加要从。基层的参加企业没关系啊，赚的钱开始报了啊，这合金对不对？872，我讲872就是872，不会说873、874、875、876啊，872空的，846平掉。所以咱做代志对天对地哈，有什么价位就讲什么价位，我不会碰红这哈、個，合金对不对？合金，今仔咱来算看赚偌济了哈。啊，这华讯是赚20张赚100万块嘛，我这是清代会员了哈，100万块加上52000252000，对不对？啊，另外有一位是我改出2800到27，这9万块，15万加9万是不是24万？24万二对吧？24万2，就这样3张，今天的功课就做完了。
我无需要跟你讲啊，回头都今仔要搁变什么股票，明仔搁看咩底部进场的股票，无没有，我的股票就是这样子。买你的对我者当中结束掉，你也唔免烦恼，你可以高枕无忧啊！你唔免听消息讲哦，这马仔可以大起哦，啊马仔可以大落，你听来听去无效。你看今仔指数安那起落，大落了，上尾一盘台积电甲你纠结几块啊？指数纠结130点，你今仔做空完全赔了。啊，你敢有可能上尾后留倒单去纠台积电？你也知影政府要买台积电，你不知道，不知道的事情你就不要讲啊。啊，我不是说这样就很厉害，因为这是根据个人的经验。这人的道行若深高，你参加会较有效。这人若是道行是去德哥倒菜刀，你看他讲嘛无效。逐天了你买涨停板，啊，就星星满天挂，哎呀，这个都涨停都他的，对。啊，你伊唔知影讲这有这个出货是涨停板，结果会员甲参加落去，落涨停板落去，马仔稀烂的稀烂的，克林顿引爆而是稀烂的。啊！逐天哎，就开盘涨买涨停，今仔就稀烂的，稀烂的啊，稀烂的啊！好，所以讲，呼吁大家啊，该做当冲做当冲，人生的态度放较轻松嘞。你今仔对张国荣做当冲，赚成十万啊，成百万啊，足简单，你知无吼？啊，咱就唔免讲轻财产，你敢会拼？对，你比如讲，你一百万，你做股票，啊，你股票你好会讲嘞，袂使太掂嘛。你比如讲，你买一个2615对无？哦，你现股甲买诶，即个万海，吼、哦，咱卖讲想个，你今仔买好无？啊，你甲坑咧，啊坑咧，其他的钱呢？嘿，其他的钱就是做做现股当中，那个额度啊499万，所以我大做分析师，搁重新上台的那前面一两年，我都观察好了，以后我上来我要怎么做，好大家趁钱较会轻松，啥物上轻松？你要接着我的讯息，你去做买进卖出卖出买进放空平回补就好了。你要知道这个行情，规尾有一天也走大空头。当你走大空头的时候，你就是也是当冲对不对？放空回补。啊，以前做大多数的时阵，咱就是这6237嘛，对吧？对吧？咱的买进104，冲109嘛。对吧？那么你的6182呢？你就是空多少？空872平到846嘛。所以你讲张国荣的头壳是啥样啦？我发到去做工，和你做多，我无乌白做啊。华信的是做多啊，然后这个合金就做空的，经验是做空的。所以，每天你市场波动的时阵，你唔好讲我什么都没捞到啊，去捞鱼捞什么没捞到，你对我做绝对捞得到。啊，家己要做吼，是来讲吼。一片不要枉然，安那讲，去要约多单，落来要追空，结果从倒摆做，倒摆做，逐工爱了几啊万，你偌济钱通好了？所以讲重点是迄个啦，哈，一张图就发到解决啥物？解决恁所有问题，一张图对吧？哦，这个长荣，大家都要买，大家都要拼，这个拼到这啊，这个是不买，终身遗憾。买了遗憾终生，一路下来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跟着我买86，不会终生遗憾，终生快乐。因为航运的这个船运的行情将来涨4倍，所以讲有可能一去拼前高，就讲长荣一去拼前高，这才是你做你家己钱现金要做的嘛。你现金要做，讲我这个股票要拼前高啊。啊，我钱落来坑嘞，卖叮当。那其他你生活费要安那用，你就是对我来去做当冲啊。280空平271，因为经验这个股票我主炸的啊，有在注意的，所以每一次我的出手都是我有注意的。这个股票做亚巨对吧？涨十指变盘也站上季线对不对？涨未？今仔看唔住水，开盘就甲出掉，所以我要保重各位的资金哈。不对，我就砍了。我出的速度很快，你那是一张大张球啊，我就发多啊，我就发多打坑嘛，对吧？打可以坑啊，你那是十叉再来甲丢掉啊，你不能涨就不是我要的啊。然后呢，将来走大空头的时候。你的打打者，像这个来讲的话，几乎都是在 M 头、三尊头的范围里面。啊，三尊头你也知道，因为汉磊本身业绩不太好，涨到140几，实在是啊。那接下来像台联电的晶圆小模调降，
那像他也是做晶圆的，对不对？也差不多啦，啊，也差不多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该看空要看空，但是这个我是放长空，我不是放短空。所以我们就是说，有短多，有长多，有短空，有长空，这你要去理解。然后常常要把会员的持股拿出来看看嘞，对不对？整理一下，这样会员参加你才会有意思。不是讲约一支就调一支，啊，你电视看遐敖，逐天就涨停板，为啥我买？啊、哦，那那去调着，你知道我曾经捌拄过吼一个足厚道的人，伊讲吼，哦，老师讲逐支涨停板了，啊，我为啥我参加落去总了钱？是来我带衰，甲老师带衰，哦，我是足歹势，人迄老师逐天就涨停板，啊，我参加了，甲伊买落，害伊个股票倒头落呢。所以讲世间人嘛，遐故意的人，其实伊是去用骗你，啊嘛毋是骗你，这个、老师法力无够，功夫无够。哎呦，伊也袂个歹势，我唔知伊又阁继续个，所以这股票、台股的股票都是涨停板，都是看收盘涨停板了卡来讲。啊，若要一直骗吼，那个什么，我歹势讲啊，我较早公元2000年做分析师的时候，冇考古系的来做，因为迄个唔免证照，有考古系的、地理系、观光系的来当分析师。只要你有遐多好多骗涨停板，头家甲你讲，你只要讲有涨停板的，你就有生意啊。时间到了，公元2021年，已经经过21年啊。咱敢有遐讲，所以讲呼吁大家哈，大家来对我做啥物，好好的做波段，好好做单冲啊！啊，赶快报名，明天我要有动作。一行一行一半仙，转如转到是转现，脑中金丝装万贯，将个刀空半边天。期待各位的加入，一起来赚钱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